一盏灯火没人怕，来往的上司都比我大。启禀大人，唱曲儿的换道，还他们进来。是，唱曲儿的走上啊，来了。是，三姑这里来，看着。三姑，我看这位大人好似我儿春郎的模样啊。正是。少时将我家中悲难之事用荷兰儿唱与他听，看他如何。是的。那一诗唱之人又何新鲜曲儿慢慢唱来。是，我本是贫家妇，跟我身严家傲子，起过长儿去。平住他
啊。
问好大娘，他三寸七载千般用，一旦入场万事休。当日埋葬完毕，有道是父双之日，活有未来世。谁想这半夜之间，正堂之上去了一场大火。呱呱喳喳，烧得好怕人一真是一枝鲜花，情汹涌，又
后来便怎样？霎时间，方天雨至，只见那天空万里，云西去，落花一派，水东流。行至岸边，有摆渡船只，此口岸愁作一团，哭作一块。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见那上六头，要下一只船来。好啊，那船儿来了，他们便得救了。嗨，谁想这船不是个救命的船，倒是个要命的船。原来这只船正是那婆娘与奸夫约定的。只见他上前去抚儿的眼，你若失了这秀才，我便跟随你去。那一秀才哪知就离，但要上天去问个明白。既然你们贫困无依，
与我坐过一次，待他长大成人，也好与他父母伸冤报仇。后来便这样，你快快将来，那官人随身带有文房四宝，当时便写下了买儿的人情。当时的年纪的身躯年纪并不曾倒插了吧，
异象在哪里？如今又是怎的娘人？龙儿告命。孩儿某一步长不切乎富阳成人，如今已父无旁顾，孩儿诚心观之，查看四尺观音，其余拿住偷盗观音，男女二犯，男犯为邦彦，女犯正是那张玉魔。这是谋害穆家的一双狗男女，这真是天王恢恢，只是你那亲娘见不到报仇之意了。弟弟请免悲伤，孩儿定要斩此二字，与王母报仇。难得今日重逢，好汤设宴与二老成亲。